佢连嗰个图嗰个标示，即系个对话框都冇。唔紧要啦，咁我哋成功斩树，斩到棵树就 O K 啦，又唔使汗，非常好。向日葵，毒系啦，嚟啊，毒系啦，地面咧 ，O K 呢个打埋地面。我哋一阵间可以睇下呢一个嘅马志士究竟系难打定易打啦，因为纯雷系嘅道馆啦，我自己觉得应该唔会话好难打嘅。又系呢一句，点知夏娃即刻俾人打死咗，开咗个掣，哦，重置。有人觉得呢一度咧好麻烦，成日都咧解唔到嗰度，解唔到嗰个门锁。开，搞掂。嚟啦，试试啦喺度。我哋一开头唔好用道具先，我冇一只系地面系，啊冇地面系，先用炒炒猪先啦。炒炒猪其实可以进埋化添啊，但唔紧要啊，试下啦。将你电成咁嘅样，一嚟用个电器场地，慢慢打啦喺度，望一望佢究竟嗰个实力啊，或者各方面点样评估一下啦。如果加得太快咧，咁我上我睇唔到嘅会，放电死咗啦，应该死咗。因为佢个场地再加放电呢招咁高攻，仲麻痹咗添，其实同死咗冇分别。滚动啦，放电吓、死咗啦。呢度用臭泥打，用泥巴炸弹。哦，佢有减熟果，减地面伤害，即系变翻正常伤害。依家扣得咁少呀，复特替换，雷超都可以用地面技嘅，精神充。死咗好似死咗啊！系啊，精神冲击一嘢秒咗。咁样，我哋用大狼犬啦。佢呢度都系会用鬼技，用雷技，复特替换。哇嘿，其实唔难打，应该就唔难打嘅。哇嘿，有电器制造，得翻一只做佢好似，逐步击破。逐步击破呢个有用喎，唔要猛撞啦，争少少。佢仲有只雷电兽喺底啊，咁未必赢到啊。呢度佢一定快过我嘅佢，下一组就 Mega 进化添，仲要黐线一嚟 Mega 仲要即刻威吓咗。无细龟、岩石蜂、巨星，咦唔通有机会？岩石打望下先，灰海印秒咗佢。争啲火技，点解要咁做啊？贝海恩点啊？下只佢呢个雷超，如果扣到一下伤害就赢到嘅，如果冇扣到应该难啲嘅。哦，咬佢，惊，个替换死咗。尖锤龙啦，都应该打唔赢嘅呢度。先用个鬼面先，鬼面有冇用呢？鬼面好似冇乜用，逐追打啦，草成蝶，我啊死咗啦已经，冻风鬼计，而家仲用鬼计呢啲技能，头锤啦直接，精神冲击，精神冲击系佢会打落我头盔定系会咩？因为佢计密攻，哦死啦，咦？哦，争少少赢喺度，争少少初见性喎，啊？OK， 我大致上了解到佢成队系咩构造啦，大概啦，大概我哋嘅主力就放喺呢一个嘅布世龟入面，啊布世龟度，第一隻佢就会放嗰个海胆出嚟啦，海胆其实我哋可以用炒炒猪出嚟，先加强一下自己嘅速度，或者系用岩石技能打佢，啊呢度场地，跟住我哋用变圆。去放电，点解一嚟就会中麻痹啊？虽然佢个麻痹真系好高机率，但系唔使咁高啊！冇啦，定系直接用滚动啦，系。哇，佢有热水啊！算啦，我哋唔好咁样啦，我哋一系照用呢只咁样打上去啦。有冇地面技话事话？有重踏喎。打磨有掘洞，但掘洞冇乜用啊！
劈牙。喂，劈牙炒炒猪学灯比佢学好过啦，学咩晚推？学晚推，吸取之母，错字喎，吸取之吻啊呢、這个。充能充达，增强拳，增强拳其实都有用啊。剑锤龙学简直无敌添啦，唔要聚气。好嚟啦，继续用烂泥上场。泥巴炸弹，呢度佢用精神冲击啊，换大螺圈，跟住用咬住，复特替换，咬住。再咬住，哇！又玩呢味嘢，放电好唔紧要，放电佢呢只系好慢嘅虫，系我哋用只炒炒猪出嚟加速，应该可以一下打到佢死啊嘛，减咗伤害，用咗果实，放电应该打唔死我嘅，好，好在佢冇中，好在佢冇烧伤啫。呢度我哋可以继续用格斗技打啦，因为佢嗰个系雷系，唔知道打唔打得死，但系好高防，真系打唔死，咁啊蚀啦你玩。放电啊，剑锤龙啦，增强拳啦，哇！我只剑锤龙唔够佢快，竟然真系估唔到啊！暴细龟啦，啊唔好啊，臭泥啦，泥巴炸弹，咦食咗一下，好，泥巴炸弹啦，精神冲击，有啲难咁样，冻风，再冻风，顶唔到一下竟然，可唔可以快过去呢？快过去就赢啦，鬼计赢啦，应该赢到，佢得翻呢一只，我哋用。岩石风，岩石风 ，mega 进化，威吓咗，哇！伏特替换，佢头先冇用呢招喎，好似点解啊？竟然系咁，唉，点解会咁噶？临尾点解会出招咁嘅技能啊？重大，其实重大呢招几劲啊，但系我冇一只，我去进一进化只火系先，咦？由我哋第一次见面，依家已经两个废咗，你都系，我谂都系啊，系时候测试一下，啱啦，升呢嘅时候到啦，各位，系时候抢对面嘅经验啦，系喎，佢漂浮，佢漂浮呢只，玩啲咁嘅嘢佢，佢系岩石呢度啦，咬住，力量宝石，哇，争啲打死我呢度，黐线，暴细龟，岩石风。咁样草系火系啊，冲文抽泥，乌泥炸弹，乌泥炸弹，乌泥炸弹，巨星，逐步击破呢招要留啊，因为有机会有用，我觉得有样嘢俾你，幸运蛋正、啊，加快呢个训练速度，正、啊，咁咪成队都应用一定系咪？应该唔系。应该不是成队应用，我觉得应用一只都是不会成队咁黐线嘅。我谂炸弹，哇！啲经验越嚟越得十一经验咗啊嘛，34呢，咁即系话我唔可以再升咯。咁即系要打啦，系嘛？要打道馆啦。OK OK。嗰隻嘅 mega 雷電獸有咩技？有火技，有火有雷，跟住仲有啲咩技啊？有冇水技啊？好似冇水技啊，有啲難搞喎、啊。其實呢隻如果高速啲就好啦，高多20速都勁啊！呢隻，點解我成隊冇地面系？再试下啦吓，臭泥烂泥摆头用呢一个污泥炸弹，呢度佢用咗复特替换，佢呢度会用精神冲击，我系直接换大狼犬，呢度用长好加工，咬住，俾人一下秒咗，唔紧要啊 ，OK， 炒炒猪冲烂，
场地变翻正常，呢度佢会用精神冲击咯，我谂。冲能啦，诡计再冲能。哇，佢仲快过我，我用咗两下都，咁有啲危机喎，有机会输喎，应该系话有机会直接输埋嘅呢度。草食又有草食结啊，好辛苦打呢个真系。呢度用毒瓦斯先啦，又继续毒瓦斯继续，唔得喎，佢用完第一下就唔可以再用啦。呢度毒瓦斯，跟住换大狼犬，直接咬佢啦要，再咬。呢度可以换，佢会用雷技，我哋换只佢有机会惊嘅烂泥咯，都冇嘢拣，鼓励炸弹。中毒好，非常好，但我麻痹咗，有冇搞错啊？呢只应该一下都差唔多死啦，系啦，死啦。呢只就难搞咯，咬佢啦，直接威吓巨星，黐线。冰砌我啦，佢应该用火技啊，巨星、啊，点解佢用啲技咁奇怪嘅？佢唔系用，佢唔系用火技咩？佢有火技噶，我记得。伏世龟啦，炒炒猪其实都可以，炒炒猪都得嘅，炒炒猪啦。先用，佢降咗一下速度，我哋用火技试下。哇！一招底，一招复活替换打死我。屌有 mega 进化噶，第三弯已经，好唔公平喎、啊、呢、這个 game。好成死咗啦，又已经又死咗啦。好啦，我哋今集玩咗咁多先啦。我可能下一集翻嚟要升一升咧，先再打呢、這、一个枯叶震动。咁其实唔难打呢、這、一个，只不过佢临尾嗰个 mega 进化咧扭转咗成个局势啊。系啊，佢冇嗰只 mega 进化咧，一定赢到。但系可惜佢就系有啦。好啦，咁今集时间玩咗咁多先，下集再见，拜拜。